好，我们福建话叫酒鸡啊，看看。Out in the fields under the sun, during its harvest we've begun. Country roads. 来，师傅讲一下为什么这个榴莲呢，它的种子特别小了。特别小啊、一般上啊，当你施肥的时候啊，效果的时候你不可以 NPK 嘛。你的 K 不可以太高。K 不要放太多。到它大力的时候，你才可以 K 高一点。哦，意思说它要多大的时候，拳头这样大的时候。没有超过拳头大。超过拳头大、K 才可以提高一点。然后你如果小小力，你 K 高了，这样它种子就大了。好，学到了没有？学到记得按赞哦，给我们的师傅一个赞哦。